早餐啊，吃块猪头肉。东北人小葱蘸辣酱，一会儿九点直播啊！我今天早上没吃饭，然后呢，我先吃两个果冻。细嚼慢咽，多喝点热水。很多老铁都不知道我咋瘦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无肉不欢的人，一天不吃肉我都馋得慌。然后这果冻可以刚包着来干嘛呢？包着咱们轻薄代谢的。我之前吃那个果冻是128一盒，一盒就十个，这果冻现在是79.8，他家做活动一共是9盒45，可能是20天。两套的话那能吃40多天呗，瘦10斤8斤，二营告诉你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啊。你们白老师不会吃，你过来问二营的。我现在110多斤，就是一天怎么吃，现在我都这样。我吃了有一个多月了，如果不好使的情况下，我不会推荐给你们。这是猪头肉，昨天晚上和我在浩哥喝点小酒，吃点肉。今天肉是每天必有的，我家减肥不用挨饿，给自己饿得紧的脑袋。你要是不会那个减肥方式，你可以来问二营子。我之前一直都是150斤，就自打去年瘦下来之后到现在一直这样。老香啊，减肥千万别给自己饿得饥得挠的，饿得饥得挠那不叫减肥，那叫遭罪。我首先作为我作为一个吃播来讲，我不是吃播，我也是一个吃货。平时那不吃肉对我来说太痛苦，没想减肥又放心去排啊。我喜欢吃肥肉，因为我觉得肥肉它那个好嚼，不那么硬，然后越嚼越香。一会儿开播的时候我再来一碗重庆小面，我今天早餐就完美解决了。